少能够减少损失的方式获得胜利。我们上来看这一把，估计又要 roll 了，因为打到跟 FTY 是同时飞的四方。先看这个第一把 roll 的这个结果啊，还是希望 FTY 能够先拔头球。这边还没有切过去啊，那边应该伞已经快要落了，从伞速上来讲应该是差不太多。这边是 CT108 就在隔壁啊，就在他的隔壁，马上就要打起来了，落地已经来了，老局落地先一换一。这把这个你看打到吧就用了一个主动入侵，他们是主动落了昨天 FTY 落的两个房子，一个别墅楼加大楼。是的，这边萨罗特是直接守住了二楼的这个楼梯拐角， FTY 两个人要协同去清理，找机会打守队友，不着急队友的话在旁边的窗口做一个防守。旺仔这边稍微急了一点，下面还有一个打纳瓦的队员，那现在看着打纳瓦 Helen 是扶不了，而 FTY 是可以扶人的，这个博弈上就占了点便宜。接下来在一楼赶紧找点投注。哦，侧面的千万不能倒，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倒龙子哥。Soul 已经贴过来了，就在一楼的一个搏斗，双方都是有互相倒人的情况。哎呀，残血，但对方也是残血。哎呀，一丝血呀 ，Soul 就是一丝血。哎哎，这个，礼貌一点啊。对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很常见啊。嗯，我是说实话，我个人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是不在乎这个，重要的是打不打得过啊。这一波呢又是没打过，一换四比昨天稍微好一点。这一把呢又是开局上来是占了便宜的，他上来打了对方一个，而且还能补，而关键他还能把人扶起来，扶起来的情况下最后被对方是直接这样围过来以后，但因为他当时这个镜头没有切到，我看不到一楼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就看见龙子哥在墙角那一波被架回去以后，然后切到 Saluto 的画面，就FTY 队员瞬间全倒，一个打动画面都没看见啊！是的，当时最后画面就是有一个人在那个防区里扶人，另外一个是架在那个窗口在做一个防守，那应该是被人抓住一个侧身的 timing 了，从那个防区直接扑过来了，两个人打协同了，完美错过了。嗯，这你看今天这个达达吧，他这一把的这个小战术又是跟昨天有变化，昨天他们是直接落那个两个阳台楼，这一把就是他们是落别墅楼加那个大楼。而 ITY 有一名队员就是被迫落在那个阳台楼那个地方，即便如此脸贴脸的战斗在第一波还是不会吃亏，但问题就是第二波双方僵持以后的一个变化，在配合方面就韩国队员明显是比较老道，这个也是我们说的战术范畴啊，这也是战术再调整吧，就至少今天开局的话其实还是有在前半段拉平，但是后半段的话可能这个画面没有给到，不知道具体的一个情况，最后协同是没有跟上，希望第二局能够找机会打开局面啊，不要气馁啊。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打 Nava 现在他的分数还很高，就是你扔完点如果你分还很高，那第一个对方扔起来更硬气了，第二个对你来讲就是说心态上面会比较吃亏，就算你有一局你把他干了，但是你的总分跟他是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对吧？那你心理上你也不会觉得你赢了。但是你换个角度想，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这个积分已经是落后了，对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打 Nava 目前的这个积分是有机会往前再冲一冲，拿个什么一位，拿前三，然后那这样一个情况，他可能对于分数的需求可能会更大，特别是在后半段的比赛。所以说，这个就是看你赛前的预期了。嗯，如果说你今天赛前的预期想好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主打这个比赛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这个未来在洲际赛上的或者世界赛上的一个跳点的一个争夺，那么这场比赛的成绩呢就是能打到怎么样就算怎么样，那这样的话你的预期呢应该会觉得不错，就哦哟这个车飞的好秀啊，很标准，这车直接停在这个拐角。是的，哎，知道这房区有人的一个信息了，先上二楼排查一下去锁定马应龙的一个位置啊，看到这里一个人要撤离的话，其实他第一时间跑呢还是有机会能跑，对，他直接从这边走就好了。哎，但是周平言这波好像不想把人放走啊，直接一个人拉出来喊了队友过来了，要直接清了吗？是的，老马这里他可能考虑到这个车因为是不在他这个位置，所以说他觉得步行并不靠谱，第一时间没有撤离，但这样的话你没有撤离你僵持，你在一楼僵持就特别危险，你在二楼靠烟雾弹还能拖会儿时间等队友过来，一楼的话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死局了，我觉得啊早点上二楼靠烟雾弹
你有两个人像在封住这个楼梯口，你能玩很久，真的兄弟。这个雷要关脸了，但是明这个过点也是被明抽了。刚想说他这个车过来的这个位置其实还挺糟糕的，是个大平坡，是能被架住的。但近点这一波放到了马云龙，哎呀，这一波也是拿下两分，还折掉了过来救援的队友。就这里的配合呢，应该最好从我的视角来看，应该还是马云龙上二楼以后，先用燃烧弹把楼梯口封好，因为他有两个燃烧弹嘛，然后就藏在一楼。藏在二楼的那个靠另外一边阳台的那个小隔间里面，然后这个时候等什么呢？等队友贴到那个反斜下面，就不要贴到房子这了，贴反斜下面，先把对方逼在这个别墅楼的一楼，或者是把他从别墅楼的外楼外围赶走，然后你再靠到别墅楼这边来，你才有的打。你像刚才这种直接贴车过来，这个黄一鸣就直接被放倒补掉了。嗯，或者说就算黄一鸣来了，你他跟马云龙两个人在一楼，面对对方四个人，那你也很难打，对吧？是的，就是这个一楼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战略性放弃了，就把它变成一个投掷物的温床就好了。如果有人敢进一楼，他二楼因为有老马的火封着嘛，但他就只能在一楼，那你就往里面灌投掷物，那这样取得这个收益的概率也会相对比较高。这波的配合呢，也是就是说应该是没有演练过的啊。而且刚刚看到应该是 Pero 其他两个人，他当时没有第一时间赶过来支援，就来了一个也是有点奇怪，因为这个具体防区人多的这个信息，因为 Happy 有四人，这个信息应该是给足了的。就即使黄一鸣成功贴过来两二打四，这个难度也非常的高。可能是因为太穷了，所以说从 Archer 里面开车过来，比较远。还有一个就是搜东西的习惯，因为我没有看第一视角，我不知道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他们有没有带车搜东西，这个是很重要。你没有带车搜东西，嗯，离车比较远，对，你跑到车那个地方，哎，这我知道这里有个必杀车，等会我去拿，然后这个时候当队友被贴了你就来不及。细节还是有比较多可以提升的地方，特别是未来到了这个周记的话，你肯定是要稍微的再优化优化的。这种细节呢，其实我们在解说里面都也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对于大部分的观众包括选手，他目前来讲他对于这个游戏的主要理解还是在以游戏技术作为这个游戏水平高低的几乎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什么叫所谓枪法吗？对，就是枪法，可能最多就再加上一个投掷物的使用，就是游戏技术他认为是最重要的。那剩下的包括这个一个跟队友配合的这种意识啊，包括这个一些局部的小的战术配合，包括一些临时的战术设计，包括人的反应，包括这个对于大局的规划，对于很多选手来讲他认为不是很重要，他觉得枪准就可以了。包括很多观众也是，他认为枪准四枪男啊 Newhappy 就是最后的唯一证据。但你有没有想过 Newhappy 他很多时候他打赢他往往是来自于他打的这个时机，那这个其实就需要战斗智慧了。你看这波打到外面从这座山上面直接摸过来，把山神庙的龙宗拳给摸了。哇，这个位置又是我打到外面，这甚至他都没有车，他是直接从秃头山上步行下来的。哇，究极步兵。是的，因为他是知道就 4M 在雪奥这个位置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圈系，很有可能要踩秃头山去拿更多的视野，所以打纳瓦应该也是在昨天打完之后研究了一下 4M 整体的一个战术打法，然后选择直接步行过来先摸掉一个，然后把这个神神庙一拿直接在高点制衡住了 4M。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车，他想过来找一个在这里挂单的兄弟捡他的车，是，就至少这个信息他是已知的。对，这个也侧面说明啊 ，PWS 那边对于我们的战术研究还比较透彻，特别是对于那几个头部队伍。全中心是米奇妙妙屋啊，米奇妙妙屋，歼击直接去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米奇妙妙屋是不吸圈的。大家都在拼命的转移，上一圈的全中心。学校秃头山附近呢已经是在很边的位置了，这是一个大的迁徙啊。好，这边的话是边开车啊边拿高倍镜观察周边的这个情况，拿起这个视野的信息啊，锁定防区有人了。
拿枪勾引一下，看有多少根枪他可能会抽自己。另外一次天怒这边就打 GBL， 携手放倒一个一换一，再打一个铁皮楼打掉了。是的，这边骄阳是被放倒在墙边啊，这个位置可以扶没问题。那对方在防区的两个人已经是完全被解决了，这边天路打的这波防区小配合就感觉很合理啊。然后对方剩下的队员是从小超市这边过来，小超市这里过来的话其实是很难打，因为中间三角楼踩住以后，天路的他这个整个防守的角度是非常多的，这个时候可以去到对方刚才击倒人的拖屎的这个楼二楼帮忙架一下，不要避免太多人在这个三角楼吃雷，这三角楼放两个人就完全够了，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就够了。这边啊 GB 啊是大量的扔雷往这个三角楼的一个方向啊，锁定了 Heaven 的位置，这个位置很关键啊，下一步的进攻要走这个过点，看到了锁定的位置，哎，龙头线被打了一枪，赶紧回来。是的 CC108 这波预苗是感觉出现一些小失误，不过没关系，他们现在其实贴这个二层楼的方法有很多啊，两栋楼中间这个过点封一颗烟就可以直接贴过去，再找一个人比如说小童他在二楼架对方的二楼，然后直接从左边贴到这个楼下面就可以贴过去，或者贴超市也可以。哎，但这发手雷有收获了，一个折角雷正好扔在焦远的脚边，但这个角度可以扶，但是 Forever 的出枪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哦，这是一个第三方的出枪，这个比较意外，那要转成手势了，这里必须要救人，这个时候可以一个一个救啊，骄阳是二档，还没直接往前拨，嗯，对，天路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想救人才没叫救，哦，这样光直接趁这个机会贴过来，一瞬间被啊被 GBL 的焦明直接打了两个，只剩下 God V。对方那个混战直接往二楼里灌雷，扔的是小童这一侧 GBL 是找到机会直接摸进了三角楼里啊，近点是一波二打二。哇，这其实凤来的时机还是不错，但是没有想到对方这波过点扫车太准了。这是萨萨，萨萨是击倒了对方的顾明，拉下来，最后厕所成功守住。那么外围好像还有凤的一队员是 GodV， 这里王哥可以扶，已经到围墙了，给个火可以扶。哎，这上二楼应该可以看到一点点，有点难度 啊，应该是看不到的。燃烧弹烧到了，烧到了幺零八。小童现在要尽量拖延时间，等萨萨扶幺零八。那如果说扶起来以后，那么现在萨萨跟幺零八有很多进攻路线可以选择，既可以选择从小超市围墙外边拉出来。啊，他们选择正面硬上也可以。哇，没有封烟，直接徒步干拉过来 ，God V 直接正面被放倒，王哥的位置被锁定，给了同志物两个人二清一的一个位置，来回的一个 pick， 王哥先反打掉了一个。这波，两个人的枪线是完全重合，就没有他认为围墙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地形，但没想到王哥是利用一辆载具啊，是反打了一个，但是还是被萨萨成功的收下。是的，应该是那个 BGP 的人打的第四方的一个这个枪线。嗯，啊 ，BGP 又来了。嗯，大家对这个铁皮楼都很有心，但问题是这个位置已经不在宣了。啊 ，BGP 这今天又是只进了三名队员。是的，感觉像是残编队伍的一个换分选择，是到了这个防区。这两天好像 BGP 宋江都不在，宋江去干嘛去了？不知道具体的信息啊，到时候可以去历史上关注一下。是的。这边只要能清理到最后一个人的话，虽然是损兵折将，但天路拿了不少的分，但是这个是干拉过来的，这个角度还好啊，锁定了位置，两个人的枪线成功的打掉了 GDP 的人。是的，哎呦，又是在山顶里构侧枪线，就是这一波萨萨和小童的这个两人配合就比刚才萨萨和 CC108 那一波配合要更好，因为他们两个拉当时拉出去的时候呢，就是枪线就完全重合了，我当时就感觉很怕被穿掉，但王哥那个时候确实因为一个人压力也很大嘛，只打掉一个啊。三个队伍折在了这个地方，
天路好歹能再拿一点物资再继续行进，但是这边石器已经踩住了高点，在观察这个防区的位置了。高点的话，天路一旦出来可能要被扫，没空，扔在了这个半山腰的一个位置，正好是这个圈形的边缘。对于现在的 Newhappy 来讲，他只要圈边有地形能推就 OK 了。首先第一个，他现在排积分排榜比较靠前，第二个另外几个笑通过圈边战斗来解决问题。我石兽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小弟弟在后面掩护队友，找到天路的这辆车，天路这辆车已经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很危险，又被打中了一枪。小东在前面找到达纳瓦的一个残边防区过来肉搏一下。哇，今天这个天路在防战已经拿到九分了。是的，九级绞肉机扯在那个地方啊。这边看达纳瓦这个防区能不能拿下啊？他如果打赢了达纳瓦，他就是他在防区连斩四队。是，但是达纳瓦是一个左脚强线，先放倒了一个啊，位置锁定了。那对方是一个二打一，有难度了。一直在寻找机会使用投注，但对方哎把人逼了出来，找到了这波，哎呀，差一点血量，太惨了。差一点，这个确实差一点，对方也是一个三级甲，然后因为血量判定的原因，看上去没有掉什么血，但小童那波提前枪其实已经打到了，就是小童这波一直想尝试使用投注，但对方脚步声太近了，这个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啊。因为和北部啊，天霸和 DK 直接开车过来，两侧都有枪线 GX， 包括天霸这一侧从中间穿了过来。啊，马路这个位置有一点小小的反坡，可以待，再往前行进。好，拉到了这个马路反坡的这个位置，刚下车啊，这崔西要出手，崔哥出手放倒了一个，远处哇，这个都是靶呀。DK 这个位置就是究极吃屎，他是完全抬不起头来这个位置，但是呢，就是说待是能待的，这个位置是那种，哎，说实话，谁来谁挨揍啊。是的，起烟了，续个命。他现在 DK 想的就是，哎呀，兄弟，别打我，别打我，让我混到决赛圈吧。那天霸说不行，直接我拿雷过来了，就先炸了一个，面头二倒，再扔一颗，直接把人补掉。Fox 也是直接被炸了。米奇妙木屋外面这个位置，这种位置都是上古点位，就现在的理解已经不可能在四圈来这个位置，肯定是在很后面边缘的时候，他这个位置在很边的时候才会来这里。除非你是最后一队来这个位置的，是可以待的。DK 这个队伍他就是这样的，我们昨天说昨天 DK 的打法也是这样，就是他前期尽量不惹事，跑到一个中间装死，但这波他过来装的还没装成功被天霸发现天霸舒舒服把这个位置拿了，你看他天霸就会在圈边再留一个人，对吧，林树留在圈边，他不可能容许刚才，因为他现在来了这个位置，如果有人去了他们刚才那个打 Antis 的打这个 DK 的这个位置，那不是把他也给干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屁股要看看。那这里 GX 也是只有三名队员，幻神这里是倒地，但是有完全足够的时间可以使用。等等吧，这两个老哥啊，他们是没办法，他们到米妙屋的这个下面的一个自闭坑，两个人，你说去个这种自闭位置也就算了，是吧？这个满编队你跑自闭位置去自闭，哎，主要是昨天感觉 DK 是这个方式可能吃到了点甜头，他感觉今天还能用这个策略。说他一直都是这么打的，一直都是这么打的。好，北部一锅粥了。当然也是因为现在他这个赛制修改以后啊，就说排名分权重比淘汰分要更高了，所以说他觉得这个打法又可以了啊。但这样打的话呢，就是你的选手呢，你的队员的手感会比较差，打起来不爽。如果说你是一个想要去志在争冠的队伍的话，你这样打你是很难夺冠的。是的，有没有可能是这次这个奖金的分配是只要你在前列拿的都比较丰厚，所以说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往前冲的一个想法。这是 DK 的企业文化，就是中间找个地方趴。嗯。哎，锁定了麦兜的位置 ，SSR 锁定了。这边崔七幺也是将人直接给带走 ，New Happy 也是知道了天霸的一个信息，
天霸的位置会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你看第一个是在圈面嘛，第二个他甚至还有点小高，但是远处是将崔七幺放倒。这波过点的车啊，开的稍微嚣张了一点，我看他的左扭右扭还想去打别人啊，这个其实他第一时间开车到位的话可能会更好，但也可能对方枪法很准。哎，找到一个侧身，现在妞还比抢到了刚才天霸放掉的这个小高坡，这个对于米奇妙木是有点克制效果，但是从左边天霸的枪线对妞还比还是有威胁的，妞还比应该暂时还不会去进攻米奇妙木，可以再等一等。你现在去的话呢，就天霸会骑在你头上啊。天霸这个时候是在接另外一边的 KDF。好，Newhappy打算先把天霸这边搞定，控制整个山头，等会儿再过来找这个Gen.G的麻烦。是的，Gen.G这个残边的信息是已知的，然后刚刚天霸导人的信息 Newhappy 也吃到了，两边都是残边，其实处理起来还是会有一定的效果。然后这边天霸连续的放倒 KDF 的人，还是最后一个 end 在这个坡底，但由于听到了远处女孩想过来拉枪反击，但是自己全部在马路上两个大平地，这个打不动了，女孩比直接接管了北部的战场。天霸想在这个时候直接就是把 KDF 给终结掉，没有想到就过马路的时候背后，他也不是想不到，他是没办法，因为他在这个地方等他就要被 KDF 一点点蚕食，然后过一会儿屁股后面 Newhappy 也要过来，如果说他冲过去搏一下，如果把 KDF 给搏掉的话，他还有机会拿到 KDF 的位置，就让掉了他原来的位置，让给 Newhappy， 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被夹击的位置了嘛。天霸这一波呢，天霸算是这个 搏了一下还行吧，但也是因为残边，就最差情况无非就是拿点分就是算了这一局，而且吃到了不少的这个淘汰分，而另外的 CCG 也拉出了，知道这个底下有人，是的，CD1这个时候要发力了，被围墙这边吸引了注意力，脸前是扔了一颗手雷，侧身，哎呦，被 Newhappy 逮到了，跑跑。Newhappy 在这个时候仍然是火力全开，他们能把 KDF 这个位置接掉以后，跟 CDG 还有一个远程对枪的机会，但是从掩体上来讲呢，确实还是，CDG 其实应该要更好一点。是的，但是对于 Newhappy 来说全是残边，这一波而且手感已经打出来了，就感觉目前这个 Newhappy 就一路往前推进啊。势如破竹，对，气势很足，手感很好，一直往这个烟里风雷，换是周皮烟啊，协同手雷要往这个坑里投掷，and 他就很细节，他没有在那个烟和那个反坡的位置，而是往后拉了一点，扔了几个假烟片片，是的，但这个角度其实应该也活不下来了，远处还有 CTG 的枪线，一看那个子弹落点就知道人是不在那个地方的，啊，CG 搁那猛抽。CG 顶得很前啊，他已经快要顶到白圈边上了，他顶这个位置就 CDG 现在想法就是不给这些人任何活路，但是你不给别人活路很可能就是不给自己活路，因为你现在这样圈边顶的话，在三个人要顶两个队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些吃力。是的，不过好消息是 Newhappy 脱离了这个 CDG 和 KDF 的战场了，他直接往北走了，还是选择打歼击这里。是的，这边实力先放倒了一个，又打了一个，十七是残边的信息他们是知道的，直接过来四打二，这一波看 Newhappy 又是抓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直接过来移，哦呦，这波小五弟弟没了，又打一个吗？这个没有扔掷出来的手雷把自己给补掉了，明明也将小北给带走，目前 Newhappy 又是保持了一个满边的一个情况，全是残边，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 Newhappy 像这四个人啊，就是说他是在四个人在个人能力很强的同时，他打的就是选择收持张弛是很有度的，这个其实是需要很多的战斗智慧，你光想靠四个莽夫你想拿到这个成绩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复制他的成功。那这波刚才如果你还比硬打出一个地方，他要吃大的，他就晓得这个我的枪捅到前面了，对吧，到这个地方该收了，他就收回来，重新回到这个十七跟歼击这个。他的策略是以削弱为主，他不是说我这一波一定要把你摁死，我先削弱你，逐步再蚕食你，这个是 Newhappy 在这一局可能制胜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看到这一次周平岩的角度好拉吗？还行，能拖出时间，烟已封起来了，这边幻神先把人给拉起来，目前还能保持一个满边，大量烟雾弹已经扔出来了，
Dynamo 是倒了一个还剩最后一人，这波可能会被 CTG 找到一些机会，毕竟这边 KDF 已经被清掉了，直接拉住了这个马路的高点，要尝试先往这个烟里扔一些手雷排一排。 CTG 不能再往前了，他再往前的话就非常危险了，而且现在的话要看达纳瓦的想法，如果达纳瓦他从马路这边压过来的话， CTG 会瞬间被夹击，如果说达纳瓦想不开他去找 Newhappy， 那就会变成 CTG 以逸待劳，找了一颗小草丛，这个小草丛只能挡一次啊，菠菜啊，幻影坦克，好久没有见过这个画面了好古早啊好久没有见过这画面，是的，在下伏地魔但哪一种可能有奇效呢，对吧，这个毕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埋伏，哎，这些词都是当年的回忆啊，是的，有些策略虽然耿直可能会有效果，这边萨洛特又将楠楠给放倒，不知道这边菠菜是带了多少颗手雷过来，没有手雷啊，没有投掷物，要拼枪了，要熬一熬。Newhappy 虽然是有一个反扑，不过这一波如果打 Nava 没有处理掉的话，其实对于位置来看还是会有一定的被压制的情况。你别说打 Nava 这个队伍啊，就是还是蛮有脾气的，说实话，就从最优解来讲，他肯定是跟 Newhappy 一起去打 CDG 是最好的，因为他过来打这个坑九死无生，就基摆了明的不可能是吃鸡的打法，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他跟 Newhappy 还是有点恩怨的，你感觉就是他就想去找 Newhappy 搞一搞啊，我不吃你也不要想吃对，你看他现在走的这条路线本来应该是最优解，但因为现在蓝圈来了他已经没有时间操作了，如果说他刚才这样打的话就是说会更好一点，就 CDG 当时会很被动，他现在因为已经拖了 Newhappy 一波了， Newhappy 这波不可能从坑里上来的，他导致他自己也没有位置，对，他自己也没有位置走， 就那一波怎么说呢，他刚才这个行为啊，就是损人但他不利己，但是看你吃鸡比我不吃鸡还难受对，他其实确实是场上吃鸡机会最小的，那么通过他刚才的举动，他成功让 Newhappy 的吃鸡几率下降了至少有两到三成，是的，因为他这波如果先去打这个 CDG 的话肯定是就这局就是 Newhappy 的局了，就不多想了，但这一步的话其实能看得出来位置上 CDG 占优，哎呀，哎呦呦呦，你还不如直接扫呢你这幻影坦克站起来了，这边雷蒙放倒了一个，目前是一个二打二的一个局面，雷蒙这波血量很残啊，一打一了，林强这波高点有优势，没有投掷物了，这波高大家能看到位置锁定了，还要往前拉一点点，手持 Groza 啊，在这个枪线上占据一点点优势，两边血量都是一枪，一枪赢了，林强拿下了这局比赛 CDG 五杀吃鸡，这把还是很精彩的啊，是，而且我觉得这把是把 PCL 的这个风格给打出来了，大部分的队伍就是发挥的比较好。
置已经锁定了，这个时候再去扶扶队友的情况下呢，剩下的兄弟们呢就要架住，先不要急着冲，等扶人的过程应该是要形成一个四打一了。是这把呢开局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有一个人，刚才我们不是看见上去开了个门嘛，那个老哥是没枪的、这个人直接被干掉了，然后在这个房子僵持的时候呢，又是对枪倒了一个，然后最后在四打二的情况下，隔壁楼的那个阳台楼的人又是被单挑打赢了，就这两波单挑都是 FTY 的队员获得胜利，打的还是个人能力啊。是的，而且落伞细节上有优化，他这一步的话是两个人直接落到二楼，从那个窗口进的。对，其实第一时间的话你会更加安全，而且拿到枪的可能性也大，那你一进去黑了就不敢进一楼了吗？你毕竟先手拿枪了，那局部的一个三清一啊，抱团清非常的细节，这里就不要被对方强换了，因为对方拿的是喷子，是双管喷。好、哎、找到，哎，对对，零换四，这不得给他庆祝一下，礼炮，刚才对方都庆祝过了，欢送一下。是的，穷嘛是肯定穷的，但是我们也是提到过一个问题，就达纳瓦他入完点以后啊，他总是能拿到不低的分数，甚至还比较高，所以这点上来讲呢，就是说FTY 的应变也要做好。当然对于 FTY 来讲，因为他比较会打这种慢打的战术，可能问题也不是很大。我的感觉，以前我们揉 P 城的时候啊，就是如果我揉赢了，我大概率是拿不到太高的分数的，因为像十七他是比较喜欢快打，然后但是 Antas 他如果揉赢了的话，他就能拿，就经常能拿很高的分数，甚至有机会能吃鸡，因为他是快慢都打得比较好，这个是就是韩国队他揉点的底气之一。但是呢，就是说他打贴脸，我可以保证百分百的能打过他，就今天我跟他手拉手，我一定能打过他，所以就有一个就是你能够有个必杀他的办法以后呢，他就不来了啊！你要找到一个必杀他的办法，所以以快制胜是吗？要我就跟你打那种最粗暴的，跟你脸贴脸手拉手、这样的话既不拖自己的节奏，然后也能在自己的这个战术上面继续去打这个游戏。那 FTY 这局好在说圈形是给到了一个西部圈，那这场他们也是在一个比较应该是二号顺位当中啊，第二顺位还可以。我这个二号顺位我估计啊不太好用，为什么呢？因为他西部这个圈形很吃车，因为他点跟点之间是非常需要载具来转移的，很平嘛。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载具少的情况下，我估计啊他可能要放慢一到两个顺位，甚至可能放到三四顺位的这个位置去打。是啊，罗斯哥这边已经是拉到马路侧去找车了。今天有全景我都忘了，我得去看一看。现在这个圈型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么动的比较快的几个队伍，一个 4M 动的比较快， Pero 动的比较快， Pero 已经动到五房了、Pero 这个打法跟 QM 就很像，就这一把啊，只是说这一把跟 QM 就很像，但是从一记五房这边发力。编辑作为原住民站的是四个一啊，哎，没有一个正义的老六把他们给撞了。是，这边 KDF 也是走这个西桥过来了，天路也是直接走了这个纪港桥，也直接到了一个北部的区域龙井山附近。你看现在这个 FTY 是不是就是在放顺位，他想快他快不起来。 AW 落在麦田中间， GX 是路过肯定要捡了这个。这把十七动的也很慢，他皮圈里面没什么动的意思。是的，哎，果然啊，一个正义的老六就是你，对吧？刚才我们说Gen.G他这把的站位就是特别的风骚，导致这个就很容易出现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他四个一，这个你原住民打到这个时间点了，都已经六分钟了，你还四个一，你不死谁死啊？这。西部圈型每个点都是别人可能会选的那种点，对吧？嗯，你凭什么啊？已经是变成了211的一个分彩了。另外的两个队友已经是汇合，那 PR 也是目前还是一个挂单的一个情况。
还是很尊重顺位的，就大家也没有去抢什么节奏。机比遥控的马路观察周边的一个情况 ，CTG 过来了，等 FTY， 嗯，你看 FTY 的顺位甚至有可能比 CTG 还慢，是，感觉就是没有载具的一个原因，就还在原地逗留。对，就是没有车，因为这个西部圈你没车就没法打，你只能慢慢的老老实实的先找车，然后从全面打起。哎，十七没动，而这个旺格他们已经是摸到了教堂，那两边正好是相遇了。嗯，这边王哥他还是从寡妇村这边摸过来的，从这个血量上来看，刚才好像是对过枪的。我看十七有个队员是掉过血的啊，没看清楚，可能一晃而过看错了，是掉血了，应该是锁定了一个人的位置啊。但是，目前来看十七暂时没有集结，战力比较分散，不过城里也是。安全相对有保障，那 4M 也不会进城。这个时候只试探一下，就是对方明显没有走吗？在外围啊，应该是锁定了小鬼的位置啊。这个 CTG 已经有人来摸他们了， GBL 听到了这个车声以后主动从韩国坡过来摸他们。有想法，兄弟你可能要死。 CTG 山顶这个老哥能不能看到这三个侧身泡泡泡泡没注意。哦，果然那边皮城出事儿了，这边旺格是被实体兽给放倒，小被补掉了。哎，他们还去抓泡泡啊。泡泡这个位置怎么暴露？动过车吗？好像是没有，我感觉是过来看的。哎，但这个角度应该是能，很明显是过来抓他。能听到了。哎，逮到。泡泡这里的信息不知道是怎么被捕捉到的，可能是亮过枪，可能是动过车，因为我们这里听不到这个声音。但总体来讲，就是说 CG 这波泡泡这个位置是基标是有备而来，故意过来抓他们，就是来抓他们。留了一个兄弟在一段山继续看西部圈，因为怎么切都有可能，大家都觉得自己有机会，看一看。是的，所以原住民几乎都没怎么动啊。马上收圈了，这个时候应该也不会做太多的表情了。啊，Newhappy 是刚刚到 R 城，那他是跟着圈进的啊，差不多落位之后观察一下，就等下一个圈的一个走向，再考虑下一步的这个运营的打算了。SC 在电塔的位置，也是一个控边的打法。哎，这个车，都觉得自己可以啊。圈合了，圈同心圆，往西部稍微走了一点，这格局变化不是很大啊。Gen.G还是在圈的正中心。稍微有一点点小偏啊，但是变化都不大。这是裴友的一辆车，怎么直接就撞过来了？就一个人吗？对，好像是有一点脱节，他跟 Form 的车辆是同步来行进的，撞了个满怀。我这边Gen.G都有三个人，他你要来就一起来，对吧？就来一个人，补这里没有人吗？感觉是有点出了上一场差不多的问题，就是协同性上有点没有选择的特别的做的特别好啊。这个时候你说我今天我要盲扎一个点，对吧？那 OK 没问题，我觉得你任何选择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今天要来扎就是兄弟一起来，你不能说找个人投石问路，用真人去人肉试探这个地方有没有人，对吧？这个你都已经二圈了，你这样去试探中招的概率挺高的。是的。哦，这里碰到了 CDG IFTY。 哦哟， CDG 在十二宫山这里是
被 iFTY 逮个正着， iFTY 你看到现在都没走，快步起来。哦，又看到 GBL 的人了，这里应该是 GBL 跟 CDG 有交火以后 iFTY 从后这个十二宫山摸过来的。但好在这一波是接管了 CDG 的车辆啊，等于是可以抢一下节奏了。 iFTY 一夜贼啊，他本来穷的要死，就搜了个四房谷仓加十二宫，现在一夜之间肥了，搜一座城不如等一个人。你这辈子再努力不如找个富二代，找个富婆包养我。我也不想努力，但是也不能坐吃山空，对不对？就这个接下来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尽量去完成接下来的一个比赛。一般说这个就是说这种励志化的都是没有办法的，你但凡是可以不努力，谁又会去努力呢？因为躺平，躺平真的很舒服。对对对，摆烂的感觉真好啊！嗯，开开玩笑，大家不必当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态度啊。但是如果是我啊，我个人啊，选择摆烂啊。哎，挺慢慢的，现在不急了，因为首先这个地方他已经打了两队了，对吧？第二个就是说，圈刷的也还算可以。哦哟，直接撞了！哎，这波要接车，小北先打了一个，这波起烟了，不太好打了。经典有声音，雷声在了身边，没扎到啊，雷很多，找机会摸到了防区的周围，烽火，慢慢来。哎，再一个手雷漂亮 ，PO 没了。哦哟，李 Ghost 加十级秀，一人一颗雷。我今天素九没上，今天上的是小北、李 Ghost 的小五弟弟和十级秀。第七酒吧想硬补，想硬补残血，火晕到脸上了，火晕到脸上了。有机会摁住吗？不太好摁，还是能摁的，还是能摁。第七酒吧这里努力的在拖延时间，哦，又是一个雷炸到小五弟弟。哇，这波第七酒吧拖了很长的时间啊。哎，这个闪又是打歪了，很慌。不要慌啊，你还是绝对优势啊，对吧？一楼朴老师先补掉，慢慢来。好啊，问题不大。再把小五弟弟扶起来。第九吧，在二楼的小隔间。这位置已经百分百确定了。还想靠手雷找一些机会，但自己也是吃了个满怀啊，大残了，拿手雷去封这个楼梯的过点，早死。最后还是用投注解决问题，但是自己的投注消耗也不少。好就好在什么呢？他上来的得手啊够快，包括朴老师啊、timing 啊都很快的把他们干倒了，所以说投注应该还是能补充一点。是，掉了一个李 Ghost 的还是有点亏。那今天是谁指挥的呢？不会是十级兽吧？但是不过说实在的，这一波毕竟是已经是这个接车贴脸战斗，零就一换四，我觉得还是可以。我得去问一下，我问一下今天是谁指挥？我猜是小鬼指挥啊。他们指挥的风格有什么区别啊？比如说像这一波的话，这一波的风格明显就是这个圈不管怎么刷，老子只要在圈我就不动啊。但是宣刷走了，该动了。啊，是不是？你有没有感觉他这个风格？十七有一段时间他就是这个风格，不管圈怎么刷，只要老子一只脚在圈里面，我就不动啊。当然，这波也是因为被人家撞了。小鬼指挥，小五辅助。OK。第一手信息啊。好的，回到北部啊，这边有一个贴脸站，这边是 Newhappy 跟 Peril。已经把马云龙给放倒了，在防区三个人进行排查。他因为已经掉了一个了，他现在被 Newhappy 这样围着锤就很难受。马云龙都
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服，说实话，给个烟吧。对，这个烟肯定要给的。另外一边，歼击跟十七是怎么打起来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打啊、哦？估计十七撞了他们点了。我看一眼啊，十七对的，十七去撞了歼击。哎，直接两个雷进来 ，Pero 被淘汰了，就很难受。你感觉 Pero 有劲儿使不出。在另外一侧啊，刚刚画面没有给到小五弟弟和小北都是倒地的状态，还剩一个十七兽啊，他往侧线攻烟，想拖下时间，结果近点，哎、哦，打过了，还能扶一个队友、啊，可以啊。圈要来了，我看一下，四圈来不及了，这个圈我估计应该是，哎，好像能扶起来。扶起来要马上打药，可以。这边 DK， 哇 ，DK 是把天路这个房就给抢下来了，你敢信？因为天路刚才就是在这儿的，我记得。嗯，卡圈边嘛。DK 应该是从下面那个 V 字小镇那个地方往上攻下来的这个房区，但画面因为没有切过来，不知道是怎么攻下来的。所以徐秀也去找车准备撤了。无处可去啊！啊，圈边直接贴一个房，原来近点 SSR 先接一个啊。小北信息知道了，这个房区有人啊。哎呀，哇，这是被栓狙 AW 一枪打死。SSR 可以啊，好准啊，直接爽收两分。下一步就顺这个拖拉机坡往前走一点，GX 圈边还能再玩一会儿。嗯。哎、你看前面有个拖拉机，看见没有，这个地方还能再玩一会儿，拖拉机前面还有个马棚，但是这个位置呢马上就要跟 4M 要碰上，就这两个位置是可以互相扔雷的，这个拖拉机跟那个坑里面，但是 4M 那个点的话吃雷可能会吃的比较厉害一些，对，它毕竟是一个坑底的一个位置，看怎么处理啊。知道 GX 要过来了，要提前做点预防，抽一抽刚起步看能不能抽下来一个，哦，哥的被自己被抽了一枪，缩回来了。对，拖拉机来了，是吧？就这个坡，嗯，经典啊。这个位置呢，其实说，如果说 Newhappy 不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好位置。哦呦，这个栓，这个栓还栓了一个，但这可以拉，气势倒是挺足的。今天这个栓狙有点意思啊，但是他花这么多注意力在 Newhappy 身上，马上 FM 就要过来扔雷。哎 ，Forever 掏雷了。啊，拖拉机的位置可以锁定，站得很紧，站得很紧凑啊，和龙宗拳拳一起，两颗雷要同时扔出。对，先炸树下，排一排啊，排一排，还是他不确定这里的人的站位是什么，其实就炸拖拉机那个位置就 OK。没办法，这个地方也不敢打得太过冒进，一上这个土路其实就有点被动的，得拉下位置，表示远处还有 Newhappy 可能会抽的枪线，高德威找了一个石头作为支点 Forever 再往前靠一下，听位置，听脚步声，这波雷了，这波雷好像决定胜负，有点感觉两边都炸残了，再给一颗，再给一颗，可能有，哦来了，哦哟，这个雷漂亮，这个感觉很准啊，嗯，这个感觉很准，好，高德威再来补一个，哎，这个过点小心，看到位置了，被打残，问题这男这波也是被清理掉了，还行啊，快舔点投掷物 ，Forever 已经扔的没有雷了，嗯，这个拖拉机往前一过马棚那个位置好像还能再带，但是这波过点我们看Newhappy已经提前过来卡位了，他不想让你走，你来了就别走了，兄弟别走了，我告诉别说，哎我就走。也比较远啊，这边有这个茂密的树木把这个枪线遮挡住了一点点，视野遮挡住了一点点。好，北部这波经典一波接车，刚落位还说最后一个 Tossy， 这波也是把人给清理掉了。SC 毕竟刚刚落位，拉起来两个人打一波协防，就是 Newhappy 是逮住了机会，知道你人不多，要过来清了。Newhappy 现在就是哪边感觉有机会就打哪边，哇天霸好舒服，这把哇他这个太舒服了，这个
基村村长。是的，但照理来说，应该下一步如果圈还在这儿，不就要撞了呀？看防不防撞了。现在这个圈型，我估计没什么人撞了。啊，对，已经是五阶段了。对，五缩六了，已经马上要。这我估计是没人撞得了他。他现在再有人从外田里面开车过来，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法棍先生的法棍？还是跟圈和机会把握的比较好啊。你像以往的激震圈的话，起码里面是四个队伍的，三四个队伍是有的。对，左上贴一队，右上贴一队，左下一队，右下一队。是，但由于这个南北互相都有点牵制，都没有人贴他。这里天霸疯狂的劝架，兄弟，哎呦，打赢了 ，forever 还是再把高德兵救一下。一丝，但蓝区来了，哎，应该搞不定。这波数据没刷到就记了。天霸真的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太爽了，太爽了！这谁能想到？太爽了！真的，这局真的给我三个天梯的兄弟，我都会打。不是这个麦田的，你站的这个防区是真的优势太大了。我 DK 直接过来撞了，只能撞。壮士啊，我愿称你为壮士。哎，居然还打了一个吹气哦，这不会翻车吧，兄弟？是，但这波的话可能会让其他队伍对这个防区有点想法了。哎 ，FTY 可以趁这个机会啊。是 ，FTY 要动车了 ，KDF 因为一只脚在圈里。但是好像也不用太着急，肯定要抓这个机会啊！肯定要，我可以不要撞正面这个防区，我直接兜到后面那个木房，我直接开车路过兜后面木房都可以，我兜一圈。哎天，我是你，我兜一圈，我兜那个现在最靠近圈中心那个木房。哎，林树想拉过来扫一扫，不想让你过来这么舒适。头车 Amaster 已经是落位了，但是刚好被林树接了一个。哎，旺仔，这波开着！哎，你这个车开的，哎，我怎么能开到这里呢？他开到这个枪线中间了，他就兜到呀，偷到这个木，兜到这个木房这里，不就搞定了吗？还是太年轻了，想一步到位，你知道吧？他直接兜到老局这个木房来，今天他死一个人算我输，好吧？他就兜最外圈，是不是？嗯，他就兜到老局现在这个木房来，或者是。老局再往前那个前面那个 DK 对面那个木房都可以，你看 KDF 现在兜到这个位置是对的，这个位置刚好就是你直接兜到木房这个地方来，然后你就等这两个队打，对不对？你绕圈最远的最多最多掉一个人，车上被扫下来，你落地以后绝对这个人是安全的。太年轻了，太年轻了，而且尤其是他那个车开到房子正中间就离谱，他是个敞篷起伏，这头就瞬间就飞了，哎，太潇洒了，确实没想到，我也以为是绕背的，啊，那这波完了，被抓了，这个知道你一个人，投注排排，扔一扔折角雷，啊，没扔到，啊，都不着急。那我现在跟你慢慢玩，你就一个人，对不对？是的。这个 DK 是完全打乱了天霸的计划，就是出现了第一队你没有解决掉以后，这个剩下的队伍就会越来越多，一直粘过来，然后就是因为你这个防区你没办法展开了嘛，你没办法像刚才打的那么舒服了，就一队一队这样贴过来。我们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就像你在挖鼻屎。你如果第一颗没有甩掉的话，它后面就会越粘越多，直到填满你的手指缝。你就不能擦一下吗？它没擦，就第一下没搞掉，你知道吗？没擦干净，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你现在再去擦，那就是你只能一点点擦，对不对？是。就现在就是天霸就在这个一点点擦的过程，他想先处理掉这个 FY 独狼，毕竟信心是已知的，而且是离自己最近的一个位置。那 KDF 也是找到了机会啊，直接贴过来了。这个木房就是目前离中心点最近的一个木房。没有马后炮吧？我没有马后炮吧？是不是 FY 动的时候我就说来这里，是不是？没有马后炮吧？我从来不做马后炮解说，对吧？做解说就要敢大胆判断，我就说 FY 兜圈来这个地方。退一步来讲，他去到老局那个位置，他最后也有打决赛圈的资格。那你现在只有一个人，对吧？你就
你就基本上就是说不能说没有机会吃鸡，但是你就很难，是不是？你四个兄弟，你现在运营到这里你只剩一个兄弟了，那不就很难吗？但也有可能旺仔当时的判断是 DK 和那个天霸还在打，他落那个位置想下车可能应该不会被扫，他没有想到正好两个队是没有打了，就天霸是退回到防区当中，就是你看右上角呀，保卫网右上角就死了，就双方都死了一个人，对吧？你没有再出现连续击倒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车动了，你一边开车你一边看右上角就没有跳信息了，这个时候有人在扫你，那这个时候我肯定是先贴了木房，因为他已经在扫我了嘛，我先贴木房再说，我不要跟他短兵相接啊，对不对？我信息处理的有点慢，这个就确实是没有处理好这一步。好的，四支队伍果然啊，这个嘎了嘎机制最后的决赛圈肯定不会一支队伍一支独秀的。你说 iFTY 要是去 KDF 这个防区，那 KDF 不就活活逼死了吗？对吧？再没地方去了。一步错，步步错。是的呀，因为当时整个麦田那边就北面的 Newhappy、FM 都已经被淘汰了，那整个北面都绕天空，这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你就兜蓝白圈之间，对吧？兜一圈就好了，哪怕稍微吃一点点蓝圈都没事，你贴在那个蓝圈边缘走最远距离就不容易被扫下来，最多最多今天我天霸超级发挥，我给你扫了一个下来，那我有三个兄弟进到这个现在 KDF 的这个防区，不说吃鸡的，至少我感觉前二名肯定有了，就打一架的资格还有，不像现在老局很被动，他就只能靠封烟混一混，看能不能贴这个第二个这个木房。就算过来了，他一个人其实也是很难再往前拿分了。对呀、确实是。KDF 踩住了这个楼顶啊，拿下了一个很高的视野。那目前从场局势来看，其实 KDF 能吃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就是这个防区了。而且他不是 all in 在这个防区里啊，他甚至在旁边这个石头还放了一个。对，那个石头那一手，他是要防有人从后面绕过来，就是防老局这个位置。老局虽然到了这个中间的木房，但是位置还是被锁了。现在天霸呢也过不去老局那，因为他过去的话会被 DK 打，也会被 KDF 打。哦，但是他一个雷解决了，哇，很久。哎，可惜，就只能说可惜，因为。扔完点以后你还能拿到这样的位置，其实就是说让你就是说如果这把你处理好了，你接下来你扔点会更有底气一点，更硬气一点，对吧？你要分打的少了，你接下来扔点你都不够硬气。但这局也算拿了不少分数 FTY， 追了很多，但是我们说就是确实是可以更好，对吧？对，可惜是可以更好。好，回到这个场上的局势，这个由于 DK 和天霸这个是宿敌啊，这两边其实打了挺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分出个胜负，然后 KDF 抓住了机会，是目前拿到了中心点的比较靠中心点的一个位置，而且他的这个踩位其实也拉得比较开。那天霸要过来处理 DK 了啊，除非他层层推进啊，处理得很快，但 Mental 这个雷将七七给炸倒，那这一局的胜算就越来越小了，想爬回这个小岗亭找机会孵，但这一发燃烧瓶也是把人给补掉，难度就越来越高了。天霸不要急，当架子等 KDF 去冲这个 DK， 因为 KDF 这把想吃鸡他只能要先过 DK 那个位置，你就从厕所这边过做架子，别去跟 KDF 对，我不信 KDF 在这个时候敢过就直接从正面这样拉过来，他肯定要从右边这样打，他从右边这个位置过的话他就会跟 DK 先接触，你就让 DK 先跟他打，但主要现在天霸他也没地方待了，他这个蓝圈已经过来只能去绕到那个 DK 防区的背后，你就顺着这个围墙边上走墙边就好，你甚至这个时候你拉到麦田那边趴一趴都可以。是的，但是这波的话 KDF 无差别攻击往进去扔雷啊，林叔就在这个烟雾当中，这一发手雷啊也是将天霸终结，那最后是一个四打一。KDF 要吃鸡，是，虽然是有处理空间，但是这局确实 KDF 的胜算就很大了，这个木房一拿这场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压力，强补不给机会，KDF 成功吃鸡，再次预言成功，对吧？就有时候这关键一手啊，就是你在那个圈去做，你和在下一个圈去做，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这一手
出一些问题，就未来到了这个洲际或者世界赛的话，那我们肯定会尽量的去讲一些好的东西，对，去平复选手的心态，而不是说啊，我们那个时候还去挑错，这不就撞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吗？就肯定不会这样做的。真的到了正考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其实就不怎么挑毛病，一般还是以鼓励为主，打不好差不多的还是就还会有人说你为什么只夸不挑错？对，就中考难调啊。正赛的时候呢，为什么呢？因为正赛的时候你再去喷。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他现在就是这个水平，你去骂他是没有用的，所以你平时要多骂，真正上比赛上考场反而呢要多安抚。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这个对于选手对于比赛的一个理解，也不一定完全就正确，反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我认为短信的改不了的东西就是改不了。哎，大家都考试过，都很清楚，不会做的题就是不会做。对、啊，你平时小考的时候还能挑一挑，到了高考的时候不会就是不会，你也没有第二次可以去修整的机会了。我们先看这波肉点 Helen 拿了一把，哦呦，手枪局，那这个落点落伞应该是更快一点。龙斯哥那边也是换了一个，双方是一换一。这里这个别墅的一楼是达达玛抢到了，然后阳台楼这边是 FTY 拿了喷子过来围住了，哎呀，被一个乌兹给秒了，四头的还是老局，完了，这波能守住吗？子弹有点不太够，哇，先补人的话子弹就完全不够了，哇，这波补人我觉得有点认怂了，你，我觉得不急吧。你可以先问队友把那个喷子赶紧扔下来，然后你拿他的喷子换子弹出去补人的给我。二换四，这波老局我觉得还是不够自信，这波要够自信的话就不要去补人，因为他当时还有大概十六七发子弹吧。 M4 退一步来讲，就算要补人，等队友把喷子扔下来捡队友的喷子换子弹再补，我觉得也可以，对吧？因为你子弹打完了以后，你别人他那个挂了以后，他不释放嘛，他就悬在那个空中视角，可以看到你没有换子弹，你就知道你没子弹，那这就喊队友直接硬上就好了。只能说这一波情感战胜了理智，情感上肯定是要先补的，因为这两天打下来肯定火气很大呀。这个理性来说是有更多操作空间了，但那个地方其实也挺极限了，其实。我只能说打了就一般情况下啊，嗯，一般我们在这一点这里其实并没有在说一定要批评这个当时老局、嗯、老局是吧，还是旺仔、嗯、老局好像是，嗯，这里我并不是特别批评他，但是从我的理解来讲的话，我认为啊，就是说一个人我们在打团的时候，尤其是时机并不正确的补人啊，我认为我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一种不背锅行为，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这把我还是杀了人的，嗯，就是保了下线，但是没有去考虑有没有上线的突破可能，但是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哎，只能说我觉得还是跟昨天比赛打下的压力有点大，他压力也很大，所以他可能也会在这样一个临时选择这样一个做这样一个决定。累了呀，不要慌啊！其实他那个局面还有的打的，那个时候是一个二打二，那个局面是一个二打二，根本不用急的。就是你在这个厕所这里，你稍微拖一会儿，可能龙子哥都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对吧？嗯，不要急，这个时候千万别急。那打到马家的两个老哥直接从下水道哇过来摸人了，哇！走下水道啊，阴险的行为啊，这个确实对于成年队伍来说信息不知道啊，未知的一个信息。主要是这把正好也是个劈神圈，他等会摸到城里面说不定还能摸一两个，有可能啊。嘎不嘎Gen.G依旧是又是四个一的分彩啊， Inodix 一个人开车过来，四个一的分彩在西部的位置，你看啊，就是打 Nava 和 FTY 在打完这个四方以后的角色就完全不一样。打 Nava 是直接头也不回的先徒步进圈，上一把秃头山那把你记得吗？他就摸后面、嗯、他也是这样的，他打完这个四方他直接就走了。然后 FTY 是说我还要去这个十二宫发育一下，我这把还要打后期，打 Nava 这把就是我这把就快乐了，
没车，因为他没车嘛，直接我这把我就快了，因为我正常发育我已经发育不了了，我直接就找一个挑选一个幸运观众，对吧？摸他一把，分数还是影响心态的。是啊，他现在还是有追的空间 啊。他觉得目前这个局势，我拿了四分了，再摸两分就不亏嘛。对呀、啊，就赚了。我还有沙漠图呢。是的。那我觉得，就现在如果就 FTY 在看比赛的话，就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就是调整一下，不要去受目前肉点的这个局势和昨天比赛影响，就还是要自信。FTY 其实比赛当中来说还是比较有统治力的。就是你刚才说他其实就是不自信，他觉得可能打不过了，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他没有那个信心。如果你有那个信心的话，你不可能，就他的选择肯定会更妥当一点，对吧？更去搏一个上限一点。唉，顺风局有顺风局的打法，逆风局也要找到逆风局合适的一个选择。反正沙漠图要来了，调整心态吧。对于一个选手来讲啊，不管是电子竞技也好，还是传统体育也好，你真正看一个选手的能力，就是要看他逆风的时候，他怎么面对困境的。包括看一个人也是一样，比如今天，比如说你找一个老公，对吧？平时大家生活好的时候都没有问题。那什么时候能看出这个人的人品？什么时候能看出这个人可不可抗？就在你们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能看出这个人可不可抗。可以啊，学会了以后，就算我找了一个老公没有困难，我也要制造点困难。告诉他老公我破产了，欠债100万怎么办啊？这个时候你老公大手一挥说、啊、我帮你搞定。哎，这个人真靠谱。你这个关键还是在有没有钱是吗？不，我只是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啊、我跟你共度难关，一起还这个钱啊。是的。然后你告诉他，哎，其实我没有欠这个钱，我只是搞定。然后一发微信，不要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啊！然后一发微信，发现你变成了一个小红点，他说我去筹钱，然后人就不见了，拉黑了是吧？嗯，开开玩笑，玩玩。哎呦，这里 Perro， 哇塞，这是在水塔蹲到了一波 Newhappy。嗯，谁又能想到这个圈 Perro 居然完全没有动，完全没动 Perro 这把。而且是在水塔山打了牛海比一个伏击，因为牛海比特别喜欢这个水塔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全集，基本上牛海比十把有八把都会从这个地方发力。上一把 Perro 吃了亏，感觉这把成功复仇啊，然后 Forever 摸过来了。是的，也是水塔这个位置 Forever 啊，到了这个树后，这个树后应该是也看不到黄一鸣。对，但黄一鸣只要一亮枪 Forever 就会马上顶出来。现在 Forever 因为不确定对方的位置，也不知道他这个人还在不在这里，他只能在上面就是说听等等机会啊。从画面上来看的话，牛 IP 的两个人是一瞬间倒，就他也有可能第一时间判断，就是说是不是就是牛 IP 撞过来直接被接车了，他也不清楚具体的情况啊。啊，城里暂时安静了啊！这边 Forever 是没有占到便宜，也就往回拉了，退到了旁边二层楼里。哎，锁定了位置啊！马云龙这一波 ，Perro 这把打得好稳，打、嗯、干了对方两个人，居然还退回来了，应该是。还有目前是急需积分，那这局有一个先手优势，位置也还能再打。那这个R城里暂时就是僵持住了，还是要取决于 Perro 的一个选择啊，圈行一个同心圆。哦呦，这个 P 城里好热闹啊，这个密密麻麻几个队 KDF Danava 17 KDF 是在外围。
KDF 在那个大白楼，然后十七有两个人在寡妇村，还有两个人在城里面。打了完，我再看一下，打了完的两个老六摸到哪里去了？还在沟里吗？还在沟里。嗯、哇，真能忍。是，他这个等两个队在打的那个 timing 啊、哦，这波是直接拉过来了，经典周皮炎拿喷子放倒了一个，不断的扔投掷物逼位置。奶奶要还一颗手雷，哇，这个赵雷炸成大残，这个火势将周皮炎直接给放倒。来了。AG 哦呦 AG 被瞬秒，这里扶人的话要出事儿啊，这个折角雷有点危险，被闪了，闪到 了，这个墙角正好是没看着啊，哎呀吓死啊、嗯、这波赶紧拉起来，哎 Forever 好像拉过来要有点远啊，还在这个坡底，这个可以拉起来了啊，怎么被补了，这个 SC 是到就正好路过啊，看到了一个头就补了，嗯 GBL 跟 BGP 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看一下目前的这个是很挺少见的一个 P 神通，我不知道会不会，应该是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在 P 城城里面，它大概率应该是在城外面，大概就在寡妇村那个附近的位置，就是十七现在的这个往下一点的那个坡，这个决赛圈我们见的还是比较多的。呀，这里小童把萨萨给撞了，然后自己的车还飞了，这是 bug 吗？飞车了一波，但好在可以拉啊！但是骄阳那个位置是被 under 给放倒，他好像是一个人挂单的。嗯，掉了一波节奏。是的，挂单，不好拉了，被补掉了。你可以直接贴了。刚拉起来，血量也不健康，好在这波接车，啊，接下来了一个。由于是同性缘的一个关系，所以圈边打架是挺多的，包括这一边 BGP 和 GBL， GBL 只剩一个了，打得好有啊，直接拉到脸前将 DG98 给放倒，赶紧补掉拿分，找机会想拉队、哎、但 Heaven 被补了，泡泡在后面，那这是一个跟朴老师的一打一单挑，朴老师在扶人，打闪就要准备直接上了，他自己的能量条是打满的，这波应该是没有什么好回头的了。朴老师完全不为这个闪光弹所动啊！对，打了个侧身，一丝血，那没了，对方有掩体，好稳，好稳。嗯，还能扶一手队友，你就是帅不帅？这波超市是一个一穿三，全居然是往 P 城里面走了一点，缩在目前终点是在 P 城的西仓。KDF 好像是 KDF 的控制吧，对 KDF 的控制，打那么还没动，他还没动，他还在沟里，因祸得福啊，就没想到这个圈还能往 P 城刷，他在正中中心不用动啊，先机是好，这里天路打算来摸先机了，在全面的这个位置如果能拿下的话，但天路刚才掉了一个人，所以这波不一定能够说拿得下来，看已经扔过雷了，也没有什么好隐藏自己的意图了，直接甩波雷马上贴到木房这儿了，他现在搞不清楚木房有没有人，所以第一时间没有敢靠过去，哇 T
Tianba 那边是把 Pero 给接住了， Pero 被团灭， Tianba 好像是在水城附近，我刚才看了一眼小地图，应该是可能 Pero 开车路过被 Tianba 给打了，几乎无伤了， Tianba 好像是没有倒人。天罗这边的进攻啊，一直是最主要还是木房这个地方有没有人，他始终没有判断出来，没有试探出来，他一直不敢贴。一个手雷是将 CC108 炸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小超市的位置会变得越来越被动，因为马上蓝圈就会正好贴在这个小超市的屁股后面，会比较难受。来了，知道对方倒人，两个人打协同，队友也过来了。这个地方很被动啊，非常吃投掷物。小窗口给闪，想拖时间。嗯，闪到了，不停在闪，继续拖时间。但是这边的窗口很漏风啊 ，Spear 直接配合一帮子贴在房顶的枪线，一穿二。啊，这边天路还是在这个房子磨叽了太久，他没有敢去搏这个木房，也没办法，因为他搞不清楚木房有没有人。这波只能说打得太稳了，一定要说的话，只能说打得太稳了。C 的圈形啊，直接给到了一个往左上切的一个角度，那P城的大半被切了出来，在边缘了。目前的中心点还是在 KDF 的西仓啊。这个 4M 也是进到了 P 城内部，要开始肉搏了。P 城里面有好多队啊，我们看一下 ，4M、GBL、CTG、Banawa 还有 SC 五个队伍，如果算时期的话就六个。艳丽，这一波甘奈是被抓住了机会。TX 还想在远处拿点分数啊，剩最后一个了。这边Gen.G是连续两个防区的防守战都守住了攻势，也拿到了不少的分数。还能扶 Spear 也被摁住了。满编 Spear 过来了，想拿个手雷扔一扔，扔折角，大力出奇迹啊！这个就是桌球九球、哦、开球那一下、这个、炸倒了一个猛一桶，是的，队友也被补了，那好但是炸倒了一个，这个时候无差别攻击啊、哦、对吧，就那个开球那一下往里面大力一桶，哎，刚刚在切雷的情况下被对方打了一个侧身，位置已经锁定了，人把这边打算扔一个窗口的直角雷，另外一边我们看 4M 是完胜 GBL、哦、又一个反弹，这个反弹角度很清晰，来了这边打一个闪 Rainbow 准备就要上了，对呀，打一个烟，哦，看见一个油桶，先把油桶引爆限制对方的位置，打得很聪明啊 Ximba、哦、这边这打的是真油，像一个小泥鳅一样，但是自己的位置因为已经锁定了，对方就不停的给这个投掷物，又是一个低抛雷将 Savior 解决掉。小弟弟也是远处放倒了龙东拳，目前 4M 是在靠近出城的一个位置，前面还有达纳瓦。看圈了啊，目前 KD 不在正中心圈啊，直接往左下切，是的，城里人都要出来了，要在收费站这个地方决一胜负，但是现在决一胜负的话对十七来讲还是稍微早了一点，因为城内的战斗还没解决掉，这人能补掉吗，唐弟弟这距离好像是可以的，补掉了，那这样的话对于天霸来讲他第一时间也不敢往前顶，十七要么就现在就跟天霸抢这位置，果然啊，要么就
因为他等城里面打的话估计要等很久，城里面打起来肯定很磨叽。天霸也赶过来支援了，从位置来看天霸占了一点点高点的优势啊，但是少了一个。嗯，十七这几个侧身如果被林树找到的话还是很危险，但十七第一时间找了一个五防的人没找到，海的防区没有移动，但蓝圈马上把他逼出来了。李 Ghost 被崔七幺放倒，五刀一枪，小北想要去救人，照了一下，崔七幺跟林树现在都在山上这个位置，比较难解决。天霸的队员已经汇合了，直系现在过点都得被蓝圈赶着，很难受啊。背后 4M 也来了 ，4M 是直接趁十七。他听到这个十七在这边的一个动静以后，马上就从教堂这个位置压出来，这样的话十七有点腹背受敌了，被夹击了。Forever 直接是拉到了前点的树后，小弟直接去石头镇撞一下，是狗分了，狗分了。这边动车速度很慢，上坡肯定来不及，石秀也被放倒。是的，北部站上流水的天霸和 4M， 那这个过点差一枪，哎呦。这波万哥补上的枪线七被放倒，扩大了优势，继续往前去压。Forever 这个过点又打了一个崔七幺，就剩林树了。林树刚刚那个位置是被锁定的，是的，目前是一个一打二。以为在烟雾弹里面，这个林树刚才这个位置打过的呀，爆点可能是没有爆完整。哦，这一波应该是知道了，石头后面位置应该是锁的。是的，双方互换一枪。好，林树直接被一枪解决掉，这样的话高德 V 还能扶。哇 ，KDF 这个吸仓。太爽，真的吸，太爽。这队伍确实有一说一，圈运也好，他这个之前打 PGIS 的时候也是感觉很吸。底破的一波防守，打防守战了，都在拉位置。开车拉位置，高点有泡泡的一个约束。哦，菠菜这个位置有点尴尬。Gen.G继续，哇，重火力前压，一边往前拉，一边这个开枪输出，将泡泡给放倒。林强要过来补位置。Gen.G把战斗力值增。是的，这两个人打协同了，他位置其实不算优，但是只能说两个人的这个好凶打的。斯比尔已经放倒，近点这边打闪，不知道他子弹啊已经换好了，拉闪拉出去，看到了，看到，哎，完美错过，兄弟，换到头顶了，这波移形换位，仅仅是拉住了一个高点的视野，就没听到脚步声，可能是因为有打这个投掷物的原因啊，平常完全没听到近在咫尺的 Inonix 脚步，关键是什么 ？Inonix 也没有听到他，两个人就这么擦肩而过，这是 FPP 的魅力啊，是的。刚好像是因为 4M 也出枪了，这个场上信息有点错乱。那 KTF 要拉出来收分了，天时地利人和呀，这么好的一个位置，在找，就在这个平台趴着啊，给了个雷，他是判的在树后啊，这个扔树后也扔的挺准的。嗯，哦呦 ，ZG701 瞬间秒两个。王哥回来了吗？局势发生了变化，目前 4M 是有三人的一个优势。对吧，王哥跟 Forever 的状态都还不错，高德B也有三个淘汰。对吧，王哥的分数要是都拿到的话，他也有三分。有个烟，菠菜的位置好像已经被高德B看到了。现在三个队伍的较量，二打三打二 ，Foam 反而成为了现在场上
人数最多的。是的，手感也上来了，这局已经拿到了单场，拿到了十个淘汰。看七圈，看七圈。KTF 也是在控边无果之后，直接是拉回到防区当中，看圈会不会再次眷顾他们，希望不要。好，这样的话 KTF 始终要面临一个出房子的这个问题。从目前看起来啊，这个局势来看，有很大的概率 KTF 最后他晋升的这个位置是不受干扰的，而 4M 跟 CDG 是大概率要分打，因为他们在山的同次。看到这边 CDG 已经被打的是封了很多的烟雾弹，是靠烟续命，但就看这一波 4M 处理 CTG 的速度够不够快，就如果够快的话还能拉回去就牵制一下 KDF。 好长的一根烟线，这个混烟都不知道往哪混了，打中了一枪。Form 也是一个神奇的队伍，他可以到现在为止一共打了，这是第九把，他为你吃了八把屎。这第九把感觉是一很有可能是一把战斧牛排，一下让你吃到饱。嗯，果然这边 KDF 上山是从另外一边上山，是不受干扰的。看这波往前顶，只剩菠菜一个人，菠菜打残了，拿掉三打二。现在 KDF 的枪线是正好拉开的，但是有一个人，因为阿卡德是在防区啊，对，刚从防区拉出来，他这边的支援还是比较有限，是的，怕就怕这个 Hikari 在山顶的偷袭。 Hikari 这两天打得非常自由人，极其的自由人，这个信息不知道，他不知道有人摸出来这个情况，那就看 4M 能不能想到这个问题了。但应该能想到，因为这个 KDF 这么久没人管，他肯定会去拉位置的。出枪了，而且锁定了，知道 KDF 是两边的一个分战。阿卡德还在这个防区里面抽把，阿卡德的位置非常确定。刚才这个伊卡里拉出来，好像那个人头也是阿卡德打的，就他的位置好像是不知道。现在 4M 都以为对方都在防区，这是一个小伏笔，小隐患。皮卡里这两天做老六真的是打得很好啊！哎，阿卡德一个手雷炸到了 Forever， 这个时候扶人就会扶人的情况下，如果说比如说王哥扶或者高德 V 扶，那剩下一个人被 Hikari 偷一个背身，就像现在这种情况，那更加确定能够。果然是不知道 Hikari 的位置，果然是不知道这个位置。因为刚才最后这个 CDG 的有一名队员是被阿卡德打的，我一开始以为是拉出来的 Hikari 打的，没想到是阿卡德的。我一看阿卡德在防区的，我就知道 4M 可能会丢这个信息，也不都算丢吧，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个人拉出来。看高的 V 了，今天盲盒里的尾声到底是什么尾声？高的 V 想在会合对方会合之前提前发力。是的，手上还有两颗雷，如果是两波一打一的话还是有概率，不过阿卡德他这个过点其实没有人去限制，他是很快能够过来的。他从防区拉出来这条路线嘛，我们说走山的另外一侧是几乎不会被干扰的，有 Hikari 刚才也是从这条路线走过来。这边阿卡德已经判断到了高德威大致的位置，但不确定，一直跳没有看到。第一波交火，如果高德威能不怎么掉血，然后扔一颗雷秒掉 KDF 一个人的话，一把应该还有机会。
对方现在主要是打得很稳，他直接就阿卡德过来找伊卡里抱团，就是不想给机会。猜这个树下，已经猜到了，炸到了一部分的血量，但因为是使用投注，所以搞不清楚对方具体的位置。克德威血量也不健康，哎，听到了，好像已经拉出来的声音，往书后去扔。哎呦，刚好是抓住了一个 timing。是的，恭喜 KDF 九杀吃鸡。这把 KDF 确实圈型也好，最后 FM 我们刚才说他这个点还是在于对。
Thank you.
打了，那这个时候场上就没人能做坏事了呀。是的，而且 PO 那个位置，这个信息拿到可以考虑上去拿下信息啊。是，这 PO 那个位置被打掉，连打带补，可想而知他站的有多嚣张了，那个点位啊，对吧？这么高。他拿那个位置本来是可以就是偷一下这个经济侧身的，Yinxi刚才上去那个位置可能会被 PO 看到。是的，而且这么远的距离的话，也说明黄一鸣其实在他当时在打 PO 的时候也打得非常的准，那个枪是。完了，这 BGP 高点没了，圈中心的高点、眼睛没了。PO 一看，哎，我这一局拿了一分的，兄弟们靠你们了。啊，这个 PO 就是真的，就他这个打法也不算玩，其实对吧？他就正好碰到了这种枪又准打他的人，是运气一个人在高点的确很危险。嗯，他可能觉得哎，这个点我熟，兄弟们我死不了，我死不了，这话特耳熟，你知道吗？我没事儿。职业选手的惯用语之一吧，算是。放心，我死不了。然后我没针对谁啊，大爷啊。然后紧接着就是救我，我能救。我救救救救救救救。对，打平时打游戏的时候也是经常可以和这样的队友玩耍，非常有意思。嗯、是。接下来等就等缩圈了吧。现在的话，看到 Newhappy 也是在这个圈的边缘，然后 Form 尝试性的往东边东侧去走了一下，但是 Pig 后面 DK 也在往水厂这个方向去前进。嗯，是。F M 还是没有绕起来，这个二圈它等于是没有动。嗯，他尝试的去北部走了走，但是发现其实北部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是，确实难绕啊。但是 D K 接下来要碰到谁？哎呦，哇，这个圈其实还是没有怎么太大动。K D F， 这个时候场上的队伍如果接不到像 G B L 让出来这种防区的话，就只能往前考虑推进了。这个圈型你看南部基本上没有什么推进的空间，只有在这个北边的一些山坡啊，像 KDF 周围的这些山呀、啊、是有可能会有人队伍绕过来推的。对，南边没什么希望，看看但有些卡的比较难受的队伍他只能选择去跟你对打。是，Newhappy 这一侧这个信息拿到天路站得很开，四个一分站。小童那个点位不在圈，看到这个车队的话可以尝试性回撤啊。感觉 Newhappy 还是想绕一下。对，因为 Newhappy 感觉也不太想要这个马路边上的这些地点防区了，还不如再看看、嗯、直接绕到最北侧。嗯，高点看得远啊，看一下他们这一局如何去运营。这边天路还在不停的给压力，下坡提速，小童必须要打出一个队的气势。对，因为北边正好马路边上有个平台还可以站一站。是，等下 4M 往南边走的话直接来到了 CTG 脚下，先在斜坡停车，应该是知道这里有人啊，两边站了很久了啊，这个车也翻了一辆。是，还是要打这个圈里没什么信息、嗯、只能打这个圈边有信息的位置。和 CTG 去打的话，近点，哎呦 ，CTG， 没问题。这边枪线比较密集，菠菜一个人很难顶，旁边队友也第一时间赶不上来，是一个大斜坡啊，他往这上面走。但是阿伟被放倒了，看一下队友能不能补上伤害，再贴一个手雷。CTG 往前顶一顶，站住这个坡，哟，这个 timing 又是被泡泡秒了头啊，又打一个，哦，这是柠檬打的，柠檬打的。这瞬间只剩下了 Forever 一个人了，剩了两个人，在这个斜坡反低一点斜坡反而是防扛住了，但永远这个位置可以也能打，永远吗？对，蓝圈快到了呀，蓝圈到了，兄弟也没得搞了，这能拉一个拉一个，是能拉一个是一个，直接救完，能扛一个是一个，他现在不是能拉一个是一个，是能扛一个是一个。哇，这波好伤，说实话这波真的好伤。 4M 是有瑕疵。
那个防区的半坡没人防，第一时间我看，其实甘德伟站那个位置，其实让泡泡给打了一个侧身，属于是。我刚刚看到他扛过来王哥一丝血，然后蓝圈也过来的那一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啊！这个圈形又往西切，最终还是只活了佛尔一个人。前面一路你看前面有多少队伍，17打 Nava， 然后左下角 BGP 和 Barama 已经在打了，马哥先把宋江给放倒，是小七身后还有一个 BGP 的人，再来一个吗？对方也是个残血，但是对方有掩体，这个马哥确实也不敢脱离掩体啊，这个时候直接一颗手雷炸倒他。 PU 一看对面马云龙还在，克星啊，马云龙打泰明，泰明这个点马哥的位置是暴露出来的，贴不了近身，先扶一手，扶一手，对方也没什么雷了，但是有火，这个火有点头痛啊，这个火万一烧走位怎么办？哎，看到了，看到了，哎，这个火赶紧赶紧移开，哎，马哥打枪头。自己踩火了，哎呀，出事了呀！哎呀，这颗火是淘汰掉了 Pero 啊，宋江能扶吗？圈来了，圈这个时候有没有来？扶不了了。嗯 ，EK 的话也被天路给淘汰。是的，天路这个边控的很好啊，但是还是要再接一队，是有压力的。你和 GBL 拉开了四打四，主要是旁边 Newhappy 听着枪声故意会过来，是已经倒了一个了，而且还被先手放倒一个啊！锁定位置以后，对方没倒的话也是很难去抵挡。对，这个地打高其实不是很好打呀，对方的位置很好，而且枪线全部拉开。是的，打了一个，能不能移到小童那个点位啊？霍士格被骄阳给放倒，这边也是个残血，赶紧往后撤。对，突击手骄阳上线了。补上，匆匆过来把补上枪，是明明的枪线把小童补掉了，萨萨也倒了，三打二，小杨也倒了，哎呦，三打一了呀，这一波只剩了匆匆，他必须往前顶了，爆一枪头给闪，但对方人多势众啊，旁边侧身还有两个，机会渺茫啊。是的，然后原点摁的出枪是淘汰掉了匆匆。我这里打 Nava SC 坐上邻居了。SC 手里没有雷吧？ 我看到这一幕，虽然不太想说，但是还是想说这个，恭喜打 Nava 再喜获四分。开个玩笑，调侃一下，因为从昨天那个 SC 的表现来看的话，确实。在正面的作战上面的话稍微有点吃力、但看一下这一波吧，如果他们防守这个交叉火力打好，打那么耐不住性子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的，毕竟是这个邻居，你早晚都得选择打，大家是同一起跑线的，他不是说那个打那么是反卡你 SC 的。哎，三路进来了，进来了，三路他忍不了了，阿凯这个侧身，这个时候达纳瓦要主动进攻的话，其实要铺很多的道具在里面啊，烟雾、枪线烟，然后火币走位、再封烟，先解决一个吗？哦呦，打了一个，这 SC 高点没站住啊，小可。这高点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点位，他能可以透过烟雾弹可以看到一些影子，这个高点没了，那萨洛特随便进了呀。嗯，我又打一个萨洛特。你看是不是喜提四分？喜提四分。我是 boss， 我直接把 Helen 给补了。哦，最后首尔收下 SC boss， 那这还有一个老六。哎，打一个，打一个过来，把 Lamb 给放倒，再打一个吗？有掩体，很准，枪还是很准啊，直接飘头。哎，伊东内特出手，萨路特倒地了，一打一这个里。在救人呢，没有投掷物啊，蓝圈要到了，这个人救不起来，救起来还是要倒的。首尔哥的那个血量是哐哐掉、啊。首尔，首尔。
这个泰明的出现是给了达纳瓦一波重创。是。这个 Indonex 在哪里的枪线呀？能打到达纳瓦？很远，他在西边那片房区，你看到没？这散落的倒地倒的莫名其妙。是。就直接穿越了一个地图，由西打到南。这活活被拖死呀，达纳瓦。但是他有八分了啊。基础分是拿的足足的，然后他现在想的就是我要把 BGP 的最后一个独狼这个分数也尽可能拿下，打出微笑边，你出来就没得了。这是小北的枪线，最后也是淘汰掉了首尔。嗯，达纳瓦被偷了。哎，这边 Newhappy 也是顶到了。哎 ，GPL 这怎么过来的？这之前是有一队的呀，我记得。我记得 Newhappy 他过去以后好像就是慢慢的收了，然后 GBL 慢慢的就移过来了吧。之前主要是战斗力注意在达纳瓦身上了。哎呦，打了波一换一，我 Newhappy 还是有人数优势。对，多的一方就算跟你人换人的话，依旧还是有点小优势。不着急去补，跟你慢慢的靠着贴着这个斜坡打，最后一个没问题，一波刷屏。好的，整个山头现在 Newhappy 站住，但是17的话也在南部，他也可以就是两边目前看什么契机打起来。金姐这一侧要顶 GS、GS 的位置很尴尬，站全部在低点。哦、KDF 是真的舒服啊、哎、KDF 就是看戏啊，各种看戏、啊、看戏看着哎，决赛圈了。是他这个时候拉出来，如果再过来再搅和一下这边的战局的话，那他身后的威胁就消除的更大了。金姐还被补了一个 KDF 还没有摸到，另一侧的话 Newhappy 也是顾不上 KDF 那一侧，只能看十七。感觉实际的 Newhappy 这边的话要分个胜负了啊。是，我要，但是明明这个枪好准啊，把小五直接给放倒。对，十七没有车，在路上浪费了太多时间，腿过来，再要规避远处的枪线，跑到位的时候，跑到一半被牛海比看到了，太难了。侧身，哎，这打的谁呀、啊？这怎么两上来就感觉两人全被爆头了，但是一个都没有倒。原点 KDF 再出枪，补掉了小五这分数啊，十七也倒地，现在十七只剩下了小鬼和小北，两人全部在防区，有操作空间，有的搞。另外比满边打两个的话他很稳，他这个补枪效率一定是很高的。你看小北直接被放倒了，只剩下了小鬼。经济的经济看到这边枪声四起，也是开车想过来掺一脚，那 KDF 彻底解放。嗯，不是吧， KDF 撤局也要吃？看结果吧，看结果。我觉得就经济的效率，因为十七其实道具身上应该也不少，等于又给 Newhappy 补充了一把道具，你看看是不是瞬间过来倒两个？这个位置，哎呀，经济这个位置太尴尬了。KDF 要出手了，他看到这边已经打起来了，漂亮一波刷屏带走经济，三打三扶起来，三打四。这波 Newhappy 打得太快了，他轻的。是。哎呀，这一波应该能稳住了。感谢经济过来的三分。是的。瞬间，你看两支队伍的差距目前缩小到三，看一下这个吃鸡谁吃，主要是。KDF 已经落好点位，他就是要架你一个过点，他知道现在自己人少，因为现在 Newhappy 的位置他在一个太边缘的防区了。现在 KDF 三个人的信息 Newhappy 摸不准，他估计从意识上来看的话应该能判断得出来，幻神一直在看，哦，给了一个南切， KDF 这个点位也不在圈了。是，那 Newhappy 可以考虑慢慢往下走，高点不能全让，但是也可以一点一点让，低点要根本不着急，不在圈我不跟你打死架。幻神那个点位是可以尝试去大家一会儿集合的一个支点，要配合高点一起啊去加这个 KDF。 高点留了一个楠楠啊，还有周品言，幻神还在拉位置，幻神位置一到位 KDF 就动都动不了啊，这个圈都反正真的得小心 KDF。但这个操作空间其实跟上一局的这个艾伦格地图来看的话没有那么好，
KD 对于 KDF 来说，是除非 KDF 啊有个人开车拉厕所了，嗯，但是幻神意识到了，幻神去拉厕所了，哎，幻神先去拉，我先去，兄弟，你来不来？我在这等你。哎，那这样一下，就其实这个站位的话 ，KDF 没什么太多机会。感觉 Lush 看了一辆自己那个车，都可以配个文了。啊，这车废了。去晚了。啊，你看看。但是从点位上来讲的话，我觉得 KDF 真要拉一个车过去，真的有点冒险的。对。从两边的一个站位，那现在看投掷物，楠楠手里我记得三颗雷，三颗火的。锁对方，锁对方防区的位置，可以出手投掷物，丢一颗往后撤。KDF 这个点位不在安全区，直接压高点，架头顶就行。现在架头顶 ，Newhappy， 快跑！楠楠，楠楠那没有掩体，要封点烟雾弹。不过有幻神和明明的架枪，其实 KDF 输出能力我觉得不会特别。而且他要从烟雾里面钻出来打，哎，阿卡德倒地，那个头都冒不出来，露头就爆头，顶不住啊，真的顶不住。蓝圈也是没过这个石头，马上拉什哥倒地，不给分了。四打一冲，不给分了，炸他，直接轰他。哎呀，最后还是被蓝圈收走了两分。是的，恭喜 Yuri 在这一局是拿到了12个淘汰成功吃鸡。这个、好像就拿了 KDF 一分吧，就拿了一分，就这边打了一分，另外两个一看啊，这个地形确实打不了了，就直接选择不给分了。是，啊，这一局 Newhappy 就展现出了他的，我觉得就是把他的强势之处展现的正面实力太强了。他去清，你看啊，无论是跟就是 GBL 打这一波下，特别快，虽然人数上有一定优势，但是其实两方的一个地形其实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就是你比如说我 Newhappy 就对、嗯、没什么差别。
个拿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边缘就蓝白之间白线边缘的这个南边队伍还没有被淘汰。对，来了，那我们今天第二局米拉吧，这个航线又偏东了，这个来来回回的啊。嗯，东一哈西一哈连。是的，那天霸这一局没去找 DK， 天霸走了，没必要了。经济又来了，这个对，没必要了啊。这个航线的话，去沃德玛，这落地要还要飘一会儿才能到沃德玛。是的，让他跑去找到了天井。这个老对手来了呀，经济，但这个野区你怎么去揉啊？有点乱啊，不是落哪里？看看这个伞的话，应该不揉吧。但是 iFTY 和 Danama 依旧在这个教堂 ，iFTY 先落伞，是，其实怪兽已经拿到枪了，很有优势啊，嗯，对面都是没有枪的，抓他，就一个了，弄他，追他没有枪，拿拳头羞辱他，打他吧，哦，这波打得很爽啊，解气了，解气解气。这个最后一个人要是我，我跟你说，我就四个兄弟抡拳头就上了。抡拳头，是，他好像也没枪的吧？没枪，全没枪，全都没枪。对，全没枪。就从落伞，我看第一时间就感觉这个 MsJoy 好快呀、啊，这一局的落伞。LTY 四个点全部落在了关键点上，就你打打完四个人是全没落地的情况下，你这几个点位的枪已经被 LTY 捡起来了。捡完了，你再怎么玩？对呀、啊，落地大眼瞪小眼啊，尬住。我这个瞬间没有，我正门、侧门、后门全有人，我高点那个塔楼那儿也有人，哎，嗯，打打吧，怎么玩？很绝望，直接当时换成我看到这种情形的话，甩键盘了。就我这 就是你这种情形，我就直接给他跳一段舞，好吧，我直接上一段舞蹈，表演一段，表演一段就可以了。是的，只能给你卖个亿了。而且我们刚刚也是看到这个圈形的话是以狮城为中心的一个圈，是的，还是几大板块啊，就狮城东，感觉狮城东的概率更大一点，因为好多好多次都是这种圈形刷到狮城东边那一片了。是的，你看，哎，这个另外两支队的信息没有跳，然后经济选择在狮城南边的野区搜索，天霸是搜了一点点，拿了点车以后继续回到天堂港再次发育，反正都在圈内。是的，GS 的 Impala 也是很舒服的一个点位啊，已经有一个人去拿点了，是踩在高山上面看看拿信息了，这个时候圈内的队伍就已经提前做好第一步，前面队伍还要去继续发育。是的，这局比较关注就是 Newhappy 在这种就一圈扣脸上这种圈型他要去怎么站位怎么打、嗯，是因为我的感觉就是他这个他不怕这种比较极端的远一点的圈型，他通过自己的运营绕圈呀，绕到一个位置去推进，要、嗯、打得更好看一点。这种扣脸上的圈，看看 Newhappy 怎么选啊？对，看他的一个选择了，对不对？对。对，确实对于 Newhappy 来说的话，他是不惧怕打架的。他的一个正面团，他应该就整个队伍的气势上来看的话，应该也对自己的正面团是比较有信心的。是，打得特自信。嗯。根本不慌，看看怎么玩吧。这里 DK 也是没什么干扰，他这个位置进圈的话，整个拿这个圈型的南部也很舒服。反正现在要关注的就是看这个狮城里面有多少三级甲，大神区爽搜，嗯，爽搜，还是先定个小目标，人均一件三级甲。是的。哎呦，确实太富有了啊！好车技呀、啊，不要去乱撞石头。他那个像是从这个捕捉到了，嗯，从那个坡直接飞起来之后飞到这个石头上了，应该是。对，跟坐跷跷板一样，来个重的把他那个车尾压起来。那 GS 队里好像没有这种重量级选手，感觉没有那个体重特别重量，感觉从真人的他们的定妆照来看的话都是偏瘦弱的、对，偏瘦弱的，嗯，这边 FM 上一局还是有一点点小瑕疵小失误啊，本来那个高点其实那个位置已经控住了，就是侧翼，我觉得当时看站位侧翼是有人防的，但是怎么没有防住，
就是他三个人当时你还记得那波战斗吗？三个人就两个人往前扑都被对手给打了，一高一低，他想快点去清近点这个，然后近点也被拔了，然后再扑一个人过去的时候，然后远点柠檬也开枪放倒就出现了，就崩盘了，这一波团战就崩盘了。应该两波压过去都是承受了两个人的伤害，只是看最后谁击倒。对对对，其实看似泡泡那个位置很好拔，但是你不通过一些什么这个闪啊雷啊去削弱一下他的柠檬，对啊，你这个还是要顶两条枪线，你只要拉到位了，再加上泡泡那个位置，他只要架住你露头的点，他就可以开枪。是的，然后再加他屁股后面这个柠檬，然后两个人这两条枪线你露出去就是一个全身位，没有任何掩体。还是把注意力回到本局啊，其实 KDF 他的一个移动，因为在圈内他其实他的一个移动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来到了狮城北边。对对的，拿了北部的有拿高点，是的，也在等也在看，包括同等顺位的皮卡多的这个时期，他其实也是和 KDF 做了一个邻居，目前是两边都控了高点。还是要，因为我对我个人觉得看了这么久的比赛，真的是有那种如果圈二整个狮城，我昨天好像提到过，就整个狮城还在，就圈二还整个狮城啊，它还包括在里面的话，基本排不掉了。就基本它就是往狮城圈里面去走了，极少概率会切到那种就是再来一个极限切角。是，那还挺期待看看有没有这个成圈的一个决赛圈。成圈不好看。喜欢看打起来的圈。Gen.G 和Tianba由于他们本身一开始搜索点位就比较接近，哎，选择到了同样的这个蓝白楼。这个应该是Tianba到近点之后才察觉到有人想拉走。这个位置没必要做邻居，因为这两个高楼全是经济控的呀，你自己不能缩在这个烂尾楼里，要不踩他头顶山上吧。对，反正目前山上也有，对，南边还没人，对吧？在山上另一个山脉嘛，不着急嘛，那现在攻楼肯定是不是可取，那踩他头上山，另外两个人走了走到地点长条房下方区了。初期大家确实都比较的稳。就那个达达瓦 iFTY 他们俩这两队肉点就肉的一个痛快，是就这个半分钟解决战斗甚至更快，感觉只有十秒啊。这局是的确太快了，就落地捡了个枪啪没了。这打打吧很奇怪，这局的四个伞为什么全部跳刺了？很迅速啊，很迅速。他是故意的吗？他是难道是想就是给这个 LTY， 就是你给一个棒子，再给你口糖，让你尝尝鲜？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信心，就是之前给了他足够的信心，觉得自己稳跳，但是这个七七怎么回事？哦，这是想防区吧，七七？但之前仅仅是开车下来的呀。果然不过来拔吗？近点 Rainbow 和 Spear， Rainbow 半血上头还少一点，三个人往前突，这走位看到后面两个人的位置都点清了，先把近点 Rainbow 给打了以后再扑到 Spear 脸上， Spear 打向头，这个头要跑追，队友还在路上，赶紧喊队友啊！队友这山路崎岖的一辆车 Nice 开过来，为时已晚，回了。这你打我一个，你必须要还两个，必须要还两条命过来，给你一分你还两分，不过分啊。你这两个人再不走的话，一会儿你看着天霸调整过来回头看看你，没准还很有可能找你麻烦，很有可能，很有可能。看你楼高对吧？这个这种圈型它是有机会去切角的，是就是要狮城全部就是偏中心一点的那种圈，就很容易出现狮城圈，但这个是有概率往北边继续去切的。
看三圈了。嗯，那其实这个狮城北部的一些能站的位置不多，也被分了。嗯，那很多队伍没位置站的话，可能考虑要往城里蹭一蹭。是，像 KDF 啊、十七啊，他们其实早早的就已经来到这个周围嘛，对吧？就圈一的时候就已经过来了。那这个圈型看起来还可以，目前对于他们来说，那十七圈中心也有一个防区，还可以。牛海币的话也不用动。这 BGP 这引帕皮卡都东边的山上拉开了，身后有 Peril， 他占了一条防线啊。嗯，那一个人在大仓泰明有点小危险吧。然后天路来到了城里面，啊，隔壁就是Gen.G。嗯，千万不要被埋。这个有 PO 的真传啊，这小心啊，这个。肯定啊，PO 一走不就太子登基了吗？是啊。真被搞一个两个的不难受啊。哦，拖屎哥直接连打带补在这个山头上。我也。哎呦，这完了，骄阳果然被逮了。嗯。一不小心啊就被埋了。